哎，羊丢了3天，终于找着了，在对面的那个山上，你看。夏天的时候有夏季牧场，冬天的时候你迁到冬天牧场的时候，这些羊羔它地形不太熟悉。假如说是一群有500-600只，它战线比较长的，后面的这一部分它掉队了，它有时候翻一座山，它就找不到原来的羊群了，因为它胆子小嘛，它受到惊吓，它会一直乱跑。啊，我估计我跑了150公里有吧，不行啊，你3天半就沿着这它这个路线左右找呗。比如你往东面跑了30公里，西面跑了30公里，东南西北你都得找了。稍微有点脱水，现在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，昨天都已经正常上山了。